大家好，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 Metadecol。 Metadecol 是由甘蔗表皮萃取的破粒醇，经过专利科技的处理形成细小的纳米颗粒，再融合瑞士雪山的纯洁水，且具有高度水溶性，才能产生对我们人体有益的功效。类似的普利醇并不能带来与 Metadecol 同等的功效。 Metadecol 是由瑞士一间符合 FDA 规格的工厂所生产的，它是安全天然无毒的食品，且不具任何的副作用。其所有成分均被美国 FDA 列为 GLASS 安全食品。 Metadecol 已获得许多国家的专利，其中包括美国、中国、欧盟、日本、韩国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印度、南非、俄罗斯、香港与意大利等等。 Metadecol 除了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注册了专利，而且在它的专利文献里也有声明它对于人体的改善功效。在第一个专利文献里面有14项的功能声明，在第二个专利文献里面有12项的功能声明，而在第三个专利文献里面有14项的功能声明。 Metadecol 含有普利醇纳米颗粒，其分子量小于60纳米，可以渗透皮肤组织进入血液中，再被运送到身体各个细胞与细胞受体结合，以调节免疫系统，预防细菌与病毒的感染，纠正异常的生物指标，并且修复器官与改善潜在的健康问题。 Metadecol 的配方非常简单，是由 0.25% 的纳米普利醇、98.28% 的瑞士雪山纯洁水加上 1.55% 的辅料所组成的。单单一个喷剂的 Metadecol 就能产生100亿个亿的纳米颗粒，来跟我们人体的细胞受体结合，而带来许多对于人体的好处。无论我们吃什么药物或保健品的功效，都是来自于它跟人体细胞受体结合而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。 Metadecol 纳米颗粒是一种多变化激动剂，同时也是多功能的配体，它能与所有的细胞核受体，还有一些细胞膜受体和细胞器受体结合。Metadecol 能发挥双向作用，根据机体状态以增加或减少该物质的分泌，达到体内生物指标的平衡，能有效预防各种代谢疾病。尤其是它能与维生素 D 受体的结合，带来一连串的生物反应。简单来说， Metadecol 就像是插头，而我们的细胞受体是插座，就是这样的原理才能产生功效，为我们人体带来许多的好处。维生素 C 能协助预防大部分的现代文明病和老化病。人类不能自行合成维生素 C， 必须从食物中摄取，但是往往我们摄取的含量还不足以预防与对抗疾病。 Metadecol 能增加体内维生素 C 水平高达3倍以上，并保持高于口服所能达到的水平。它透过提升固酪基因的功能，促进人体合成维生素 C， 同时也能提高 GLUT4 基因的功能高达10倍，将氧化的维生素 C 回收与体内再循环。 Metadecol 也能提高谷胱甘肽的水平，它具有抗氧化、延缓衰老、增强免疫力以预防肿瘤的作用。另外， Metadecol 也能促进人体基因合成 NMN。 NMN 是一种在真核细胞中被发现的重要代谢氧化还原辅酶，它在各种生物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，其中包括参与新陈代谢、抗衰老、提升线粒体功能与修复 DNA。 Metadecol 也透过增加脂连素水平，协助调节荷尔蒙分泌，调节脂肪和血糖的代谢，以预防各种代谢疾病，如三高、肥胖症与心脑血管疾病等等。 Metadecol 能增加端粒酶的活性高达16倍，帮助维持、修复和延长端粒。
让端粒不会因细胞分裂而有所耗损，使细胞分裂的次数增加，以达到延缓细胞衰老的功效，并且能延长人体寿命。除此之外， Metadicol 也能透过增加多项干细胞，以促进细胞再生与修复，并且能有效地分化成人体的免疫细胞与血液细胞，如红血球、血小板，因此能帮助改善血癌、贫血和增强免疫力的作用。Metadicol 能调节与激活我们人体46个染色体其中的45个染色体的基因功能，除了能激活、保护与修复我们的基因，也能抑制一些会造成人体衰老与患病的物质。总结来说， Metadicol 能激活与维持好的物质分泌，并且抑制有害的物质产生，避免这些物质危害我们人体的健康。以多项变动的原理，就能达到改善人体平衡、改善健康、延长寿命以及一物治百病的功效。 Metadicol 的全方位功效包括可以去调节我们的免疫力，调节内分泌平衡，维持体内各种生物指标的平衡，保护脑神经功能，减少炎症所导致的慢性疾病，如三高、心脑血管疾病。它也能帮助抗衰老、预防癌症、美容美发等等。 Metadicol 能有效地去预防从炎症到感染的过程，并抑制各种疾病的产生。最后，请依据以下服用方法以达至最佳效果，可每日服用 Metadicol 两次，每次三个喷剂，以达到保健功效。若是想要改善潜在的健康问题，可每日服用 Metadicol 三次或更多，每次五个喷剂。影片到此结束，感谢您的收看，祝您拥有愉快的一天。